Why not teach me Chinese? Why not? Just the time. We'll teach you Chinese. 你好。Repeat after me. 十。你也准备好了吗？你有罪。老妹儿，你说为什么呢？你就是我亲爹呀、弟弟准备好了吗？你有罪。老妹儿，你说为什么呢？你就是我亲爹呀。弟弟准备好了吗？你有罪。老妹儿，你说为什么呢？你就是我亲爹弟弟准备好了吗？你有罪。老妹儿，你说为什么呢？你就是我亲爹弟弟准备好了吗？你有罪。老妹儿，你说为什么呢？你就是我亲爹弟弟准备好了吗？你有罪。老妹儿，你说为什么呢？This Chinese character means 10 in English. This is its syllable, 十. Repeat after me, 十. 十.